我现在自己来试一下，买淀粉。有点不方便，搅拌一下，等我吃完再数一下今天收入了多少。到了最开心的时候了，数钱。30 90 95，现金有95，手机上的有30，就125。明天我多拿5斤、20斤，看一下能不能卖完。